美国纽约职工举办岁末祝福，人文学校的师生上台表演来分享，许多一起耕耘的职工也来共享盛举。2014年适逢纽约慈济教育20年，岁末祝福，纽约人文学校的师生一起走上舞台。从一个小小的中文班至今，三所共420位学生的人文学校，是20年来无数的爱心老师、家长用心耕耘的成果。纽约教育置业的第一位种子张安老师也到场分享：“真的，我点滴在心头，那一种温馨的那个感觉，我想久久不忘。”当年应邀来做爱心老师的志工，也特地从新泽西一同来庆祝。那时候好温馨哦，那时候因为是轮流上课，好感动，看到这么多小菩萨哈，也很欢喜，说我们当初播的种子，就像师父说的，无量义经是由一而起的，一粒种子开始。与慈济合作幸福校园计划，皇后区201公立小学的副校长来体会慈济人文之美。It's most important about what the way you teach kids is to teach the children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love one another. And I think as children, they learn from what they see. And what they see through the Suu Kyi volunteers is so encouraging. It's always a very positive message. 大爱新闻，纽约报道。